桃园市八德区有一座客家文化工厂，头摆就为八德市公所就地盖。新建前的桃园县政府在民国1998年建业内，同国有财产局申请备用土地，由县政府补助为600万元，市公所自家去总额400万元来做哦。国有工厂都是开放的空间，因此无规划的好好来规划，有的看唔得都去嘅所在。采地一客家团体就较唔常去用，按多年来都上错大弄，变做无奈工厂。桃园市客家师傅 Q 就讲，会同工厂好好来利用，变做工业。韩国外地司机再过请素材来去过新的客家文化会馆，无就工厂。来到八德区客家文化广场，看下过去，敢那看到秀平路、凉亭同顺化街表演团，其他都下上草大弄。地方民众讲，那个广场做好了后，八德客家团体无嘛头奖，又头派过来收彩，同地方客家眉毛连接，实在唔低，做嘛会做。实在个地方哦，实在有强言哈，对外来的客家人啊，在地啊哈，一旁边二溪街边哦，实在有捷路。哦，是在都给位哈，诶，一个会馆都给方个广场都给哈，也造成人家客家人啊，即去模仿片啦。桃园市客家局长张杰安讲，八德区客家文化广场新建了后，对八德市公所改造系客家区来管理，因此广场已经动化新北市沿高区民间社团及无常用，底下由客家区天气派人去维护，不过下次摆为请地动的蔬菜来做客家会馆，底下的广场会改造系公园。以下我哋要安心啦，喺咩度逼起？有可能哈，以前面就逼起嘅客家飞馆，当然也微数可能喺度也桃园、北地甚至台海，那只地方系适当嘅，人家就喺度嘅评估研究当中。地方社团讲，呢个适配以前办做嘅北地区客家文化共强。占地差不多436坪，成立八年来，差不多变作后门的工厂。希望未来市政府在重新评估新界蔬菜了后，在更新来规划，将在提升八德乡亲对客家文化加设计认同。客家新闻罗安泰，桃园报道。